看大象走，做一个走。咱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的。我不是江湖上的人。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信不信？我的，表哥没开过你吗？英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你。我为你做了5年了，这只手真光了。把自己弄成个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兵哥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咱路也是你的了，你若为吧，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儿？对你无情，那你该是收留我了。